主料和已煮熟四分之一只鸡蛋，辅料姜、蒜、葱，鸭蛋如无可省下，啤酒、料酒、盐、鸡精、趴脚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和切块鸡蛋鸭蛋包壳，姜切片，蒜切碎，姜蒜爆香油锅，下鹅爆炒片刻后加入啤酒浸过鹅面，煮开后加入鸡蛋鸭蛋一到二大茶匙住后，酱八角一到两个，月桂叶二到三片，桂皮一到两个，小茴香适量，冰糖适量，鸡精盐料酒放入翻炒均匀后，小火焖30到40分钟至汁水收干即可，汁水快收干的时候加入葱段翻炒几下即可装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